我很抱歉，我还有家运，比我的感情更重要的人。你不必愧疚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爸爸永远把你摆在第一，如果你伤心不喜欢，爸爸就什么都不会做。我们要跟总公司聘请的顾问一起工作。梅根丽那女人啊，听说是非常冷血行事狠毒的人。顾问啊。哦，对不起。你的名字真美，夫家韵真漂亮，我的女儿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绝妙的遗产。